就拜拜了。好，这个
塑胶袋，好，塑胶垃圾袋都可以，好，可是一定要装空气，要装空气，那里面要有空气，啊，如果你是要泡给溺水者的话，里面要装水，装一点点水，因为塑胶袋如果没有重量，很容易被风怎样吹走。就给溺水者这样，溺水者如果会做的话，他会直接拿着然后盖着。好，如果我们学过的话，我们让塑胶袋里面充满了气，好，这时候就可以当一个辅具，像一个气球，你就可以留在水面上，还可以慢慢的游回岸边。来，刚刚我们操作的。好，准备。